到猪的频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谢猪。我刚刚发现市里有一家好像是新开的，就是钓虾的，还有钓鱼的。我们来玩玩看好了，七竿100块，一人七竿，好不好？没有啊，我们两个七竿就好。不要，一人七竿。好，一人七竿。哎呀，你怎么那么可爱？天啦，好可爱哟！他喜欢我。他喜欢你的相机啊？是吗？他喜欢你的相机啊？哦，是哦。他看到这毛毛就觉得，为什么你要欺负我的毛？为什么你要欺负毛毛？他跟你一样毛毛的。好，乖。准备开始啊 ，PK 咯，这是可以动的，我不会掉下，这可以动的，那我们移到中间一点，这样我们一起放这里面就好，就拿这个大概差不多这样吧，它尾巴那边有个空洞，啊，断掉了，断掉就断掉，放这边，放这边好了。现在就慢慢抓嘛。哦呦，你拖着它不错，加起来，你就快点把它拉起来就好了。它就会断掉嘛。刚刚那样可以呀。好，你要注意，这边这么，不要这边有泡泡，那边不好。你要抓那边。对吧？这样成功了，然后对对，快速，因为你没办法跟它拖，你就把它丢进去就好。夹身体，夹身体会痛，你要夹尾巴那边。为什么那么容易？这就是厉害的地方，有个角度啊。你要附近都没虾，你不要抓起来就虾，把它拖出来啊。你看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扣好。那扣哪里啊？就尾巴这里啊，尾巴这里有没有？它扣住有个扣住的感觉。有没有？会了吗？好，会吗？好，加油！哎，不错啊，然后轻轻放下去就好了，不然会断掉。哦，真的是哦，轻轻放下去就好了。轻轻啊，只是它勾住我的线呢、啊。你就是放在拉自己下去就好了。他在找其他的人。对啊，就不能夹，夹头，你很坏哎、欸，你很坏哎、欸，不要夹他的头啦，就可以夹夹尾巴，已经夹身体了，他会痛啊。夹尾巴那一段呢、啊？对啊，你要看好有没有他有没有抓其他只哦。这是我的战机，我有两只哦。加油，你还给他推出来，超可爱的。小心他在抓其他只哦。不理轩了，我还是自己夹好了。有没有？轩的最后一只哦。都钓到啦！都钓到啦！你好厉害！我一竿钓三只啊！再给你啊！加油！耶！哦，钓几只？再炫再炫！最后一竿了！哦哦哦！他真的勇猛！好啦，就这样，我们来看一下结果怎么样？我看一下哦。现在总共四只，2、4、6、8，我8只，好了，不开心哦。我觉得你已经很厉害了。这家店就是在一个巷子里面，地址我应该会放在片尾。如果你们有兴趣，也可以来玩。然后它也是你钓多少只虾，你就是吃多少只虾这样。对不起啊，因为刚刚那边我们坐的位置离音响有点太近，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听的会不会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吃力。今天没有非常完整的教学给你们。然后他现在帮我们烤一下，大概15分钟后再回来拿就好，就可以去逛一下，还不错了。好，来逛街咯，大家，我们今天影片结束了，喜欢影片爱喜欢，不喜欢不喜欢。好，再去拜我爹，我是谢秋，雪儿，大家我们拜拜。订阅，我需要你的订阅，订阅订阅哦。